大家好，我是造型师 Phoebe， 今天来分享不限季节和穿搭超实用的四款日常低丸子头发型教学。抓一个低马尾，先将马尾反折一个小发髻，再用橡皮筋绕两圈固定。这里不需要绑得太紧，有点松度的丸子头才会有随性感哟。调整一下发髻，把它转成正面。先预备拉开第一圈的橡皮筋，剩下的头发整理好顺好之后呢，绕两圈成为一个发束，再往下折，然后塞回第一圈的橡皮筋里面固定。记得发尾要留出来，才会有 Y2K 的精神哦。调整并整理一下发髻的大小，就完成啦。橡皮筋先绑一圈固定马尾，在第二圈的时候拉出一半的马尾就好，左手放在马尾的下方，往上一个反手，然后再把橡皮筋套到发髻里面就完成啦。是不是超级简单又快速呢？一样把三股编的教学连结放上面，还不会编头发的同学们可以看一下哦。编好之后将辫子反折，然后再绑起来，这里要预留大概一半的长度。接下来把发尾分成两半，在最尾端的地方把它绑起来，发束先转一圈，再把它套回下面的发髻，然后拉紧两边的发束，接下来拉松丸子的发片，再调整一下就完成咯。皮筋绑两圈固定马尾，绑好后往下拉一些，从中间掏一个洞，再把发尾塞进洞里面，然后把左右两边的头发合起来，再拿一个漂亮的发束固定，这样就完成咯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呢？最后发片也要拉均匀哟。喜欢我分享这些发型小技巧的朋友们，也请帮我按赞留言加分享哦。